特的表演，掌声。非常的不好，可是爸，我爱他，就算他变成猪我也爱他。可是他们昨天在我们家门口大便了。爸，那是我的，那爸那不用骄傲，不用骄傲，那窗边那坨怎么解释？那坨又扁又小，那是拉皮的。原来解释了，这不要脸的人，过来过来。正在哀求着他的妈妈。
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。谢谢大家。